查巴拉拉在世界杯进球后与队友跳舞庆祝。朝鲜队时隔44年重返世界杯，郑大世赛前泪流满面。人口只有400万的巴拿马首次闯进世界杯，球员们眼含泪水，高唱国歌。即使6-0落后于英格兰，巴拿马球员也没有放弃。98世界杯进球后尽力庆祝。